由南韩黄金制作人罗英熙打造的网络短片节目《出差十五夜》，最新一集预告中，他们抵达郑宇胜与李正宰共同创办的经纪公司 Artist Company， 与旗下演员一起玩起招牌游戏看照片认人。只见罗 PD 叮叮叮声狂响，郑宇胜被逼到拍手跳舞，赵奕先下跪求饶，而其中罗 PD 与他们的私交甚好，当场来个下马威呛下，旗下艺人只有这程度吗？郑宇胜豁出去大喊致讯，从今天起你就是代表。由于 PU 才刚签约入社三个月，瞬间就成了经纪公司老板，他的错愕表情也让现场都笑翻。预告片一出，网友纷纷表示双方终于见面了，预告片可以看十遍。接下来是李正宰和郑宇胜的一日三餐吗？请赶快公开一个小时完整版，让网友们都相当期待啊。